主料：菜花250克，青光60克，鹌鹑蛋10个，胡萝卜50克。辅料：姜2片，葱1根，盐、香油1茶匙，辣椒油半茶匙，花椒油半茶匙，香醋 1.5 汤匙，鸡粉、生抽1汤匙，辣椒粉、胡椒粉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菜花摘成小朵，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，清洗干乐善耗湿。鹌鹑蛋煮熟却可以开二。青瓜、胡萝卜洗净去皮，滚刀切块，葱切花，姜切末。锅里水烧开，放入胡萝卜花菜、青瓜上，撒上极少量的盐略腌，沸水断生即捞出过冷和控干水分备用。用一小碗，放入盐、鸡粉、胡椒粉、辣椒面，放入姜片和葱花，调入麻辣孔油、香油、香醋和生抽拌匀成味汁，将味汁提前浇在鹌鹑蛋上腌制一小会，将菜花、胡萝卜、青瓜倒入大碗里，放入鹌鹑蛋清拌匀即刻上碟。烹饪技巧：烧腌制过的青瓜口感更好更爽口。最后拌菜的动作一定要轻，以免将蛋黄拌得过于散烂，糊塌塌的影响美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